这只也很大哦，哇，把我的那个钩子都拉断了，这只很大嘞。我一直让它沉下去之后呢，我卷了一下，我就，但是我是很慢的卷，你知道，就让它沉没有关系，然后就很慢的卷。哎，another tugless。你那虾子切得好的话，绷紧，然后慢慢的卷，慢慢的卷，给它时间让它刷，让它就像你说一样 bite 下去。我这一条就是这样子慢慢。This is the hook. It's a 10, one ox hooks.沉下去，不要跑了，所以这不能搭太急。把它拉一条上来，我们再回家。这么多鱼在那边咬。喂，而且很慢。这一次哦，卷一圈就停住，再卷一圈，再卷一圈，慢慢的让它是怎样呢？它其实放掉了，它追上来咬的。然后我就突然感觉重量了，因为你看这条多小，那么小一条，你看，它是追上来咬的。不晓得哎、欸。哇，不晓得啦，那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大概不晓得，那六七条而已，没有太多了。你也几十条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挂个虾子就掉了。就挂个虾子就掉了。对，对啊。看嘛，这是虾子，然后这虾子啊，然后就挂了一半了、啊，然后就掉了。你不是也掉十几个？那你怎么掉？你看就这样挂一半了、啊，挂你怎么掉？就这样挂一半了、啊。嗯，你说你掉十几个，在那边。在这边跳那个白带鱼 ，ribbon fish， 都在这里跳。然后其实它跑掉好多次了。哎呀，拖着你的杆子的还没拉上来。Pitch dark.
Nothing. Crap? Yeah, bluegrass. Well, some silly hermit crabs, which is no good. Yeah, the tail. Dai. Whoa, shake loose. Okay. This time I waited for a long time. 카더러스 빅 티스 히어러스 와 카더러스 용虾子 and the toddler's fish. He just gave that little girl what? I didn't tell you. Yeah, as you can see, you're supposed to cut the shrimp vertical instead of horizontal. And then when you see the bubble go down, just give it a couple seconds.